下一位选手哈，是咱来自恒春国小哈，编号28号的黄喜恩。帮我小吹一下。伊今日来咧参赛的迄个曲调咧是四季春啦，四季春啊，啊，请坐。大家好，我是黄喜恩，今天要演唱的曲调是四季春，曲名是《恒春半岛》。恒春半岛真美丽，真侪游客来遮坐，古城顶塔到处飞。历史悠久，故事多。恒春半岛真美丽，真侪游客来遮坐。城顶塔到处飞，历史悠久，故事多。谢谢大家。好，谢谢我们的喜恩。好，第三位我们的参赛者是编号29号，来自丰港国小的董心如，他带来的曲名是《秋天的民谣》，曲调《苏碧纯》啊，掌声鼓励。大家好，我今天的主题是《苏碧纯》。Thank you.
好，接下来我们要欢迎32号郭廷佑。那今天所要表演的曲目是《底家出世底家大四季春》，掌声欢迎郭廷佑。大家好，我是郭廷佑，我要表演《四季春》。朋友，今天所要表演的曲目是《苏香鸡迎春加咖啡》，掌声欢迎黄慧珊。大家好，我是编号34号，我今天要唱的是《苏香鸡迎春加咖啡》。Yeah.
是我们丰港国小朱心怡小朋友，他今天所要演唱的曲目是《树桂村秋天的民谣》，好，掌声欢迎！大家好，我是朱心怡，我今天要唱的是《树桂村》。表演好，下一位呢是来自南湾分校柯佩瑜小朋友，他今天要表演的曲目是《素桂村》，底家出喜，底家短，掌声欢迎！大家好，我是柯佩瑜，我今天要表演的是《素桂村》。
有美丽的海岸，搁有足水的山台啊山，伫遮出世，伫遮。在遮读册，在遐食饭，我伫乡村卖果仔摊，两个海家来做伴，雪风大大来到有未天地啊上啊托啊，多谢大家。